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我们先念一段经文：又诸罪人，备受众苦，千百夜叉，即以恶鬼，口牙如剑，眼如电光。首富同爪，拖拽罪人，富有夜叉，执大铁器，众罪人身，或众口鼻，或众腹背，抛空翻接，或至船上。复有铁鹰，但坠人目；复有铁蛇，脚坠人颈。百枝节内，系下长钉；拔舌根离，抽肠错斩。羊铜贯口，热铁绕身。万死千生，业感如是。动经一劫，求出无期。此界坏时，即生他界；他界次坏，转即他方；他方坏时，辗转相继。此界成后，还复而来，无间罪报，其事如是。那么，他这一段经文呢，也可以这样子讲，是讲这个地狱里面的种种的这个刑罚啊，是一种刑。那么，这个刑呢，当然都是很苦的，这个是很苦的苦刑。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啊，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呢，有很多的这个夜叉，那么这个夜叉呢，其实这个夜叉呀，也就是等于是鬼一样的，是鬼。那么这里又有恶鬼，就是比夜叉呀还更凶恶的鬼，还有比夜叉还要更凶恶的这种鬼。很多的，它的数目很多了。它这边写千百夜叉，啊，不止了，应该是不止。那么口哑如剑，口跟哑，这个牙齿啊，好像剑一样的；眼如电光，啊，表示很凶恶的意思，眼睛呢，啊，很凶恶。这个手啊。啊，他讲的这个手就不同了。这个手，复同爪，这个人脚他的手跟同爪一样啊，那是很厉害的啊。这个是叫爪吧？啊，爪啊，读音读作爪啊。这个爪啊。假如是铜啊，跟铜做的那个爪是很厉害的，这个稍微碰一下就受不了了。它是用铜爪，这个拖过来啊，再拽过去啊，拖拽，这很辛苦的。拖拽罪人，还有那个夜叉呀，执大铁起，重罪人身。不是打，是鞭打的意思的。或重口啊，重鼻呀、啊，或重腹背呀、啊，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子啊，抓住你啊，抛过来，抛过去。另外还有这个铁鹰啊，鹰啊，eagle，也是铁做的，它来啄你的这个眼睛，啊，来啄眼睛。
那个铁蛇妖摇鸡摇脚，这个脚坠人的颈啊！啊，这个它缠在你的脖子这个颈子这里，把你脚身体里面的所有的肢节，通通给你钉上长钉，长的钉子，拔舌头的根犁，根犁呀、啊，是在你身上啊。用这个犁呀、啊，好像翻土那个犁呀、啊，来跟你耕呢。把肠子抽出来，把它砍断，一节一节的砍。用羊铜灌口，就是很铜啊，烧得很热的，很烫的，从口里面灌进去。热铁缠身，这个好像是在那个铁柱烧得很热，叫来去爆缠身呢、啊，万死千生，业感如是，这个都是刑罚，都是刑罚。第一里面的刑罚都很残忍的。这个无间第一里面呢、啊，这个其实啊，倒不是说第一残忍，是因为你的心呢、啊、残忍。那么你的这个到地狱里面去啊，因为你过去那么残忍嘛，那么同样的用这个残忍的方法来放在你的身上，这个业报就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报应呢、啊，这些显现出来这些报应，你以前这样子做嘛，那么同样的这样子的刑法会在地狱里面重新再演出来，以前你是施给别人。现在是还报己身啊，这个事情大家啊看了，有时候会觉得说啊，怎么地狱那么残忍？其实我据我所知道啊，不是地狱残忍，人间就很残忍。而我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啊，我听到。他们说在纽约啊，这个华清帮很厉害，但是我听到一个故事啊，居然意大利的这个黑手党更厉害啊！他们那个意大利区啊，纽约分成好像是说这个华人区啊，还有意大利区。那么意大利区啊，那个他们说那个每一次圣诞节，他就掉一个很大的袜子。啊，袜子在那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意大利的形状呢，就像一个袜子。他说那是意大利区，然后他们讲一个故事给我听。他有一阵子啊，这个华人的这个帮派啊，进到意大利区里面。那么意大利人到时候他就是，抓了几个这个华清，啊，华清帮的抓去。那么做什么呢？他就把这个。那个他们意大利人在卖肉啊，卖那个好像是说牛肉啊、猪肉的那个绞肉，那个器绞的，用机器去绞的，就把整个人呢、啊、丢到绞肉器里面去，那绞出来啊，就变成那个肉脆肉这样子，这个人本身就变成脆肉了。那么所有的有些华清呢、啊，在旁边看了、啊，看了都晕倒。所以这人呢、啊，本身呢、啊，他把这个整个人丢到那个绞肉器里面去，这样子，这种残忍的这一种行为，不是在地狱里面才有的。啊，既然是在这个纽约啊，这个他们这个盛传，在纽约就有这种情形。这绞出来变成脆肉了，哦，那是很残忍的，很残忍的这种事情。所以听说最近那个华清啊都不敢进到这个意大利去，因为他们黑手党更加凶狠啊，更凶狠的。所以意大利这个黑手党听说是更加凶狠，这个也不是好惹的。啊，他们是这样子讲，人间呢、啊，有很多的现象啊，是让你想象不到的刑罚。
以前师尊也有很多的这个行警的这个朋友，行警，他们想说，我说为什么你们行警啊，要用打的，要用那个刑啊，用刑？他说不用刑不行啊，他们根本不会认的，有时候用一下刑他会认的。这个也是本来现在是一个法理的世界了，不应该用这个刑的，讲法律的世界里面不应该用刑，但是有很多人他是坚持啊，他自己他绝对不用刑，他说他不认。那么刑警里面用刑也有很多的，好像用一个麻袋啊，给他包起来啊。用麻袋，用绳子吊着，那么几个刑警就在旁边，就这样子打他，打。他说这样不会有伤痕，这样子打不会有伤痕，都是内伤。麻袋吊起来打的，打都是打到麻袋嘛，没有打到直接碰到肉嘛，所以都是内伤。还有这个鞭呢，吊起来的时候是鞭这个脚底的。他说验不到伤，他意思是这样子讲。另外还有很多刑法很残忍，像用针啊刺这个手指头，手指头伸出来，用针刺那个手指头，还有灌水的，你不说啊，不说灌水。嘴巴打开啊，这个水龙头啊，那个水啊。那个 hose 给你装在嘴上面，就从这个喉咙给你灌水。这个以前这个命案呢闹得很大的，有一个命案闹得很大是灌水的，灌到最后这个人死了，然后把他到最后因为刑的过分呢，灌水灌把这个人灌死了，灌死了怎么办呢？干脆丢到这个淡水河，就等于是说丢到淡水河，让他假装是说他是自杀的，这个都是刑的，这个不是在地狱才有，在人间就有。你看这些刑啊，不只是地狱才，我觉得有一个刑啊。对我来用啊是非常有效，因为师尊啊最怕痒，我以前讲过啊，其实你也不要用什么刑，就是这个刑就很厉害了。这地狱这些刑都是痛，让人家痛的。你只要把这个人啊手跟脚绑着，手跟脚绑着，让他不要动。在他的背上放几只蚂蚁爬，你会痒嘛？但是你很痒又不能抓。当你痒而且抓又抓不到的时候，那种痛苦啊，比那个痛还痛。我觉得这个痛苦比这些苦都还苦。然后我有些时候啊，晚上睡觉啊，晚上睡的时候都背部。刚好我这个手不是很长，也是没有练瑜伽术，这个手伸到背后，刚好由这里也抓不到，由这里也抓不到，刚好那个死角在痒。晚上睡觉你知道吗？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那个你背上的死角在痒，哇，这个很痛苦的，这边也抓抓不到，这边抓抓不到。这里抓也抓不到，他没办法爬起来，爬起来用跳的也不行了，因为他痒还是不会止啊。你总不能说叫那个小孩子啊叫水啊，半夜的时候你帮我抓一抓，把他叫醒了，他会打你的。然后我就赶快跑到我的那个浴室啊。我们洗澡的时候啊，不是有那个在台湾洗澡，不是有菜龟起嘛，不是菜瓜布嘛。我们那个在这边呢，
有一个尼龙布啊，哈，现在都有了，都有那个尼龙布，长长那种尼龙布，赶快把那个啊那个上衣脱起来，把尼龙布拿起来，就这样子刷。这是抓痒啊，很难受的，很辛苦的。我觉得这个苦是很辛苦的啊，希望这个师尊这个到地狱的去了，假如是到地狱了，不是真的到地狱去，他们要行我说他们懂得，就用了让你那里痒，你就在那边跳了。这很辛苦的，我觉得刑法不要用这样子这么残忍的啊，用那个嘴呀、啊、去咬啊，用这个铜爪，用那个铁起呀、啊，这样子打、啊，这个都是很残忍的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个人间也有的，打这个样子。砍来砍去啊，刀光剑影啊，都是很那个的。用这个铁鹰啊，铁的老鹰来啄这个眼睛也是很残忍。用这个铁蛇绑着罪人的这个颈，这样子。像这个新加坡啊，我们知道新加坡的这里也有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来的，他们有这个鞭屁股的啊，用鞭子打屁股的，这种刑啊是很厉害。听说他那个鞭是特制的啊，还有药，你鞭了一下，你就是屁股本来是两半的，变成四半。啊，编一下就变成四半了，哎，编两下变成几半了？六半了，啊，是不是六半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对，六半。他说，而且呀、啊，半年才会好，它会烂。你怎么服药啊？怎么消炎啊？怎么样子？它都会有一个记号，就变成一个这样子，再编一下就变成一个井。三下就变成井了，就变成九瓣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，九瓣了，没有错。所以像这个也是一种刑啊，是一种这个刑，这个是有的。拔，这里有拔舌，把舌头啊拔掉，还有在你的前身的肢节里面细下长钉啊，都钉这个长钉，这个人间也有的，人间也有的啊，用钉子钉。以前耶稣啊死的时候啊是细下长钉，他被钉十字架吗？钉十字架是怎么钉的？是这只手在十字架这边呢，用钉子中心这样钉过来的。这只手在十字架这边呢，用钉子这样钉过来的。两只脚摆齐啊，钉住的。这个是很残忍的。啊，这是用长的钉子啊，把整个人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的死是这样子死的。真的是很残忍的。那个死啊，不是说一下子用枪把你心脏打几下你就死掉了吗？打一下你就很快就死。这个是流血的，血慢慢流慢慢流，慢慢滴慢慢滴，滴到最后啊，这个整个人昏迷，大叫一声这样子死的。在地狱的刑罚里面呢，细下长钉，在你全身的肢节的地方都下长钉，这个都是很苦的一件事情。拔舌，舌头拔，耕犁，用犁在你身上这样子耕，耕田一样子耕，肠子抽出来，一节一节的把它斩断，
这个羊童贯口啊，据我所知道的，据我所知道，我们以前知道有人刑警在刑罚是灌水啊，灌水，水灌了肚子胀了，一直给你灌，灌到肚子胀哦，肚子胀起来哦，没有办法消，那你很痛苦啊，把人都灌死，水都能够灌死，用羊铜啊灌口，这很残忍啊！大家看过《西游记》没有？孙行者、孙悟空啊，被这个两界山，在两界山的时候啊，被这个如来啊，用五指翻转，用一座山把它压住，压住孙行者，因为他大闹天宫嘛，如来就是用手掌翻掌啊，用一个山，然后用一个字贴 Om Mani Padme Hum 贴在这个山里面，把它镇住。他在那里500年，那孙猴子就是一个头伸出来而已。他肚子饿的时候吃什么？他说吃的是铜枝铁丸啊。孙悟空他肚子饿了，他吃铜枝，铜煮出来的枝，吃铁丸，铁的丸子，那个都是很痛苦的事情。这里也有，你看用羊铜啊，这个铜烧得热热的，从头灌下去。孙悟空是吃铜枝铁丸过500年了，但是他这个有道行的，他不死的，不会死的，没有道死的，不是千死万生，万死千生，千死万生，羊铜灌口。我记得以前王隐仙啊，就是好像是王隐仙吧，被刑警灌水，灌到这肚子肿死了，到最后那个赶快给他送到那个淡水河给他丢下去，说佯装哈自杀，假装他已经是跳淡水而自杀，其实是灌水死的。热铁缠身，哇！我们看那个地狱图啊，那十殿那个地狱图，经常有一个人还抱着一个那个好像说铁柱，那个铁柱烧得红红的，那一抱就起，一定是黑掉的，全身都黑掉的，很惨。这个万死千生，业感如是，这个业报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以为这个是地狱才有的，不是，人间就有，人间就有。你身体下长钉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我们这个很多啊，很多人啊，过海关啊，你知道过海关，你身上只要有这个铁啊的东西啊，铜的东西啊，它都会叫。那么有人经过啊，他就是身体脱光走过去也会叫。他前身我脱光了，剩下内裤啊，就检查过了，他光光的身体走过去也一样会叫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身下长钉嘛。他因为他的这个骨头断了啊，骨断了，没有办法结合，那么医生呢，他用那个开刀的时候啊，就用那个铁片呢 啊不锈钢啊，把他骨头给他包起来，包起来还镶上钉子啊，镶上那个铜钉啊，或者长钉啊，给他钉子给他螺丝啊，个高安螺丝啊，个高安。他每一次过海关的时候啊，过海关呢、啊，经过那个一定叫的，他没有办法、啊。那再怎么检查，你的脚都会叫，啊，你的脊椎骨也会叫，因为你身体里面呢，给你放了这个铜片跟长钉，一定都会叫的。人间就有，脊椎骨站不直，
他用那个铜啊不锈钢给你弄起来，插上长钉。然后我父亲那次这个脚啊，这个摔伤的时候，也是用这个不锈钢给它弄起来，也是镶上钉子的，镶上钉子，再隔一段时间再把钉子再拔掉，啊，再钉子再拔掉，也是镶，这个是下了长钉吗？这个过海关的时候一定会叫的，就是你全身脱光还是叫，必须要有医生的证明呢、啊。拿着这个医生的证明说我身上啊已经真的是下了长钉，这个有的。关于拔舌这方面呢、啊、我是认为啊这个是犯口业的，你犯了这个口业的，它有这个拔舌，拔舌第一都是犯口业的，所以犯口业的倒是蛮多的，应该讲起来在这个娑婆世界犯口业的人是很多，因为有很多事情啊并不是真实的啊，并不是真实的，但是你不管你怎么样，你写文章啊或者是你嘴巴讲啊，这随便一讲就是妄语嘛，就是妄语，就犯了口业了。那么换了口业呢，就一定要这里面有拔舌，有拔舌第一啊。例如以前呢，很简单，我举一个例子讲啊，以前这个啊刘文清上师啊，啊他还没有当上师以前，还没有当上师的时候啊，他就送给师尊一部车子啊，那部当然是很贵的车子，还没有当上师，他就已经送给我车子了。半年以后送完车子，我记得好像半年以后他才不是这样子的，他是已经当了上师吗？啊，当了上师的时候啊，才半年以后他才供养师尊这个很好的车子的。我是倒过来讲，结果那个人呢，他就讲说是先送给师尊呢、啊啊，车子，因为送的很贵啊，师尊认为说，哎，你送我那么贵的东西啊，那么我就给你当上师。其实不是的，刘文清上师是先当了上师，半年以后他才送给师尊车子的，而不是送了车子以后啊，师尊受了人家的恶习啊，啊，哎呦，那么好啊，说我给你当上师。对不对？那不是这个情形，这样子是不对的。但是一些人就认为，哦，因为他送给师尊车子，所以他才当了啊上师的。啊，就反过来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啊，反过来就变成这样子。其实这样子讲啊，就是妄语，就是妄语，不是事实吗？根本就不只是这个人，当然讲了以后了，其他的人呢也跟着就讲了。那么其他的人跟着就讲了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因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啊。他受了人的迷惑，他就跟着讲。还有很多法师哦，哦，我到马来西亚，那个马来西亚很多的法师就借题发挥，哎，卢师尊呢、啊？那人家送给他一部车子，他就给他当上师，啊，这个就是妄语哦。那这些法师啊，很麻烦的哦，将来出生啊，就是算着变成鸟也不会叫哦。他这也变成鸟，因为他舌头都剪掉了嘛。这个拔舌，你舌头就已经剪掉了，你就变成哑鸟。哑鸟是什么？鸟本来就应该叫的，你既然变成哑鸟，就是不会叫的鸟了。很麻烦的，妄语啊是很容易犯，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是很容易犯，像拔舌，把你舌头都给你拔掉，把你剪掉，咔嚓就没有舌头了。很多法师都犯了这个，因为只是简单一个例子嘛，人家是
这个好像是说，当那上师以后呢，才送师尊车子的，而不是说这个啊送了车子才当上师的。很简单嘛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妄，这个一个很简单的，你就妄语了。那么一妄语，就很多人都讲，跟着你这样子讲啊，将来糟糕了。说不定以后我们以后参观动物园的时候，到那个 zoo 去的时候，他们写着这个天生的雅鸟，让你看哇，都是一大群法师来转世的，一大群法师来转世都是天生雅鸟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犯了这个妄语罪。这个妄语啊，还不是嘴巴讲讲就好了哦，你嘴巴讲讲还无所谓哦，你是写成书啊，一印就是几万本啊，几万册啊，流通在全世界啊，大家跟着你一起妄语啊，那你要几世当雅鸟啊？哦，会变成 yakitori 的烧鸟。哎，这个会被那个热铁缠身，就是 yakitori 的，就是 yakitori。这个像羊铜灌口，应该也是口液。它这里面呢，有分口液、身液。你身体犯液呢，像热铁缠身呢，就身体犯液了。羊铜灌口啊，拔舌啊，根里啊，细下长钉啊，很多都是身液。他这里面在提到啊，这个动经意界求出无期，也就是这个行起的时间很长。那不是说好像是说关个20年啊100年没有的，这个界的意界时间都是很长。提到这个长的时间呢，我今天看了这个世界日报，上面有提到一个哈勃啊，哈勃是一个好像一个科学界的一个名称啊，他说是去做那个天文台一个天文台去测宇宙到底有多大。那么现在已经是打破了过去的记录，他发觉啊，所谓星系银河系、星系，我们这个太阳称为一个太阳系，对不对？一个太阳系。他说，他发觉啊，利用这个哈勃的这个天文观测，去测这个宇宙啊，当然是没有答案的，到现在为止没有答案的。但是最远、最深的，他能够测出啊，单单我们像这样子的太阳系有500亿的太阳系啊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以为太阳系啊，就是我们的宇宙了，只看到一个太阳。现在哈勃的这个天文台观测的研究的结果，宇宙不知道，还没有答案，但是它本身呢，能够观测到的有500亿的星系，也就是500亿个太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讲时间，动经异界求出无期，异界是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呢，数不清的。印度的这个哈天图的这个节多长，很长的时间呢，不是算年的，很长很长的。异界那更长的，但是我们想象不到有那么长，没有办法用我们人间娑婆世界的头脑去想。现在呢，空间也一样无止境了，500亿的太阳系，
你说空间有多大，这个宇宙有多大，还没有答案呢。他能够知道的已经有500亿的太阳系，所以空间有那么大，时间呢当然更加是没有止境，所以称为求出无期。他说这个界坏的时候啊，寄生他界，他界次坏，转寄他方，他方坏时辗转相继，此界成后繁复而来，无间罪报其事如是。这是讲说就算这个地狱坏了，无间地狱这个坏了，别的地方还有无间地狱，把你啊贴一张纸条啊，贴一张纸条，这边写着这个请邮寄另外一个太阳系的无间地狱， OK， 把你送走，送到那个无间地狱去，把你用寄的用这个 UPS 把你寄到那里去那里又关起来。那么那一个界也停止了，那个地狱说这里已经满不是说满了，这个地狱已经暂时不用了，他又同样用 UPS 给你寄寄到另外一个无间地狱。那么那个地这个地狱又好又开始使用了，他又送回来，他就是这样子辗转相继。他这里也是写寄先寄包裹寄包裹一样的，此界成后繁复而来，这个原来的这个无间地狱送把这个犯人送到很多地方的无间地狱去。那么这个地狱又开始运转的时候，他又回来。他说这个无间罪报的事情其事如是，无间地狱的罪苦报应这个事情就是像现在我讲的这个样子一样的。所以并不是说地狱坏了这个地方的地狱坏了对你就可以脱罪的，没有的照样很多无间地狱的，你到处去。太阳系有500亿的太阳系，我们今天从地球开始绕太阳，好像是说坐个太空船出去，然后去绕太阳一圈，或者每一个行星去绕，绕了回来，到半途你已经死了，因为你的寿命没有那么长寿命没有那么长。500亿的太阳系，500亿你怎么去想这个宇宙有多大？所以我们人还计较什么呢？你的这个寿命你的寿命，你的生命在整个宇宙当中连一粒沙的资格都没有。你的身体你这个 body， 你这个 body， 在整个这个宇宙之间呢，你说像那个什么，像一粒沙或者是一个针头或怎么样的，都看不到的。可能我们讲起来，地球像一粒沙还差不多，整个地球像一粒沙差不多。那生活在这一粒沙的人又算什么呢？又算什么呢？那你又去争什么呢？你跟人家去争什么呢？所以一点想一想这个宇宙的空间那么大，宇宙的光年那么长，时光那么长，你的寿命，你的身体那么渺小，我们好好修行就好了，不用再跟人家争什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。